Get it. Chat it. 咱顶节课所讲的吼，对恁大家有帮助无？因为吼，过去的人所犯的错误也好，正确也好，咱会通学伊的正确，啊，摆渡伊的错误的，啊，咱自然会进步。咱民政府的未来都靠各位的身躯顶头，要安怎通知你的单位？吼，我头拄啊，甲黄州长讲，爱专职，你迄州你都专职，吼，啊，你到县，你才有法度推行你的你要搞的所在，吼，啊，若唔对，得阁改。卖一声就讲民主来哦，民主投票哦，无一定好哦。但是要做决定以前，一定爱经过真侪咨询，再来做决定。安那做决定就落去啊。哦，咱这就是讲过去得讲的代志。因此，君主应该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奴隶主贵族。你上大妨害你的人，就是这挂贵族，善欺党，多欺负。这是韩非子会讲的，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。你。要把这个国家治理好，要把你的单位治理好，你不是说，哦，我过去就是已经我是省议员的孩子，我就安怎就安怎，不用插他，哦，你爱哦，善其党，夺其府，选拔一些经过实践锻炼，咱现在这些人就是实践锻炼选拔这几挂人起来取代他们。伊讲丞相必取于周部，要做一个真相，都为周的遐冒出头来。你毋是故意为中央内底去求，为周的内底去求。猛将必发于卒伍，猛将就是为小兵安尼发出来。你卖想讲，哦，我是大将军，落去一定大将军到尾。你小兵安尼甲你发出来，好、哦，这是伊个讲法。韩非子主张改革甲实行自治，要求废先王之教，先王的教训哦，先开始废除，哦，啊，做到法不阿贵，法哦。无去保护贵族，吼、哦，刑不避大臣。你若要掠这个贪污吼，袂使讲伊是白杀鸡啊，你都无掠。赏善不宜匹夫，你要想死人哦。伊扣你怎诶？你嘛是又讲你安尼想，该想，你若用做啊即挂，你治理诶迄个单位绝对上好。严刑峻法，社会才会安定。韩非子即款诶主张，吼、哦。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跟利益的要求，结束了诸侯割据。现在有诸侯割据吗？现在有啊，这个集团那个集团啊，但是官商勾结啊，台北市政府用个俗俗啊几十万啊卖给人，而且不是官商勾结嘛，啊，就还是无要抓了。
秦始皇统一中国了，采取许多政治措施，就是利用韩非子的理论应用和发展。哦、所以会统一中国哦，迄、那个人也无简单，伊用过法。咱以后治理这个国家，每一个党拢爱用个法律，这法律来治国。主连这个国家哦，是全世界水势，水势一个输咱，绝对是安尼。哦，啊那无安尼行哦，即马国民所得个听迄四小龙之位，佫刷落去咧，连阿富汗都不如，对不？咱台湾钱用卡邦呢？我定来以前在讲，迄中国要来台湾，就是讲因为台湾钱用卡邦寄来台湾呢。吼、哦，台湾的这产一年用收挂三遍，中国的产挂一遍安尼啦。守株待兔，他都有讲嘅，讳疾忌医，吼、哦，滥竽充数，这都是拢讲。拢讲一寡吼，一个人破病啊，歹甲医生讲啊，结果是翘起。滥竽充数就是讲，袂晓分国策的人，啊，伫一大堆人诶时阵，啊，摕一支笛啊，啊咪比来比去，啊，就摕到钱啊，吼。啊，买就王换人，老国王死，啊，新国王，嗯，我要一个一个听，到我迄个不分不出来咧。哦，这个是滥竽充数，这款的代志哦，真蛮蛮有。老马仕途，什么叫老马仕途呢？有一回军队哦，去沙漠战争，啊去渐刷了，都袂响，东西南北都分袂清楚，家己唔知要行啥，倒一撮路要行转来，啊袂响行路转来的时阵，马就安怎创？都叫吼、哦、五六只马，给放开，可以行头前。啊，这五六只马呢，人仕途老马都给你带个好势好势，转去。你爱运，会晓运用人，你袂使讲伊只马啦，你啊，你喏喏，你的头壳敢衰？对，人仕途老马，你爱用个人才，什么款的人才，你就什么款该用。绝对不会定答。这个春秋末期封建制度破坏，哦，啊，迄阵激烈竞争，哦，啊，用来维持国家秩序的礼乐已经不存在。啊，法家思想萌芽发展，到中期以后，法家思想已经成熟。哦，哦，法家人物有管仲啊，管仲吼，无紧有子产，这无免讲真多啦吼。李黎身不害商鞅，吼、哦，他都有讲给商鞅，吼、哦，就定定吼，圣道韩非子，吼、哦，韩非子。收儒家荀子的性恶论，儒家荀子讲人性本恶，啊，道家老子的无为，啊，啊著作哈、啊，韩非子认为人的行为从私己利己为出发点，是人性是恶的，韩非子也理论。认为人为自己自私出发点，哦，刚才那个咱头一节课咱就讲到，蒋介石为着伊家己的私利，要统一中国，要做皇帝，所以清党，这私利嘛。啊，你知影？第二次世界大战煞，在战争的中间。这个杜鲁门总统
迄阵罗斯福总统也是啊，马蒋介石全家都是贼，恁捌听过无？唔捌哦，安奈全家都是贼，全家都是贼，我讲你听。宋美龄是美国人呢，英语是一等一的呢。嘿，1941年日本去弄珍珠港，啊，宋美龄去美国国会演讲，哦，讲起来哦，美国人讲好，交伊钱，交我这10亿美金，啊，先拨5亿美金给宋美龄。宋美龄转个这5亿美金，寄喺伊家己嘅银行，叫做广东银行。这完全是有板有眼。王国官价汇率1:20回去重庆，安尼敢有贪污？无啦。但是啊，甲你讲一个其他嘅因素，官价汇率是1:20。民间汇率是1:1620，所以全家都是贼嘛。对，你敢贪污嘛？啊，家己落地下跌落去，安尼都爽啊嘛。所以你看这个就知啊。所以杜鲁门来讲这句话，唔是无道理的。好，李斯，我见啊。总结，秦始皇用法家思想就统一了全中国。这句话就是要让你大家爱牢起来。秦始皇用法家的思想，到有法度统一全中国。哦，咱们爱利用法家的思想，让你的单位，哦，变作上强上用。哦，上有效率的所在。哦，啊，这是伊在实行的方法啦，吼、哦。因为我内底的资料真多，吼、哦。哦，伊讲废井田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重农抑商。今嘛敢有在重农，甲农地拢摕起。这个做工业用地哈，实在真乱来了哈。啊，统一度量衡，统一度量衡哦，这秦始皇真好，统一度量衡。哦，啊，迄个车哦，车距外宽，哦规定，哦。啊，这个到到尾就哦，2000年拢无变动，拢乌白来啊。所以到到尾就到到荷兰人来管台湾的时候。咱台湾人用的笑吼，大笑吼，咱大笑取代了迄个中国的迄个笑，哦，因为大笑拢经过荷兰人的确认，这一笑偌长，哦，一斤16两，哦，这变作可公信的，啊，你若用中国笑，拢不可公信。啊，伊迄阵。实行小家庭制度，哦，一户有两个囝，都爱而不分居。你两个囝，你无会分开住吼，哦，加收户口税，哦，就是讲，互你直直分出去。要不要下场？要不要有啥物下场？咱来讲讲清楚，互知影。林松文抗清的时阵，哦，1787，哦，5月15，哦，这个满清的军队哦，集合到427名的将官，啊，加5500名的军人，过来打这个林松文的迄个庄稼田的部队，啊，民军哦分三路迎战。双方剑拔不分胜负，哈、哦！
啊，五月二七，伫现代屏东东港区以北美浓甲六龟的所在伫剪。啊，即摆了袂啊出现啊哦。南路宜秀，吼、哦，岳庄许廷耀，这个人，我、哦、听伊讲吼，哦，这个满清的军来啊吼，伊主安吼集合着仑阿顶、扬州、中州啊、关林内、北势头、庄阿窑，吼、哦，这拢是在屏东区。去附近吼、哦，六庄的民众吼，伊、哦、知庄内田的军队吼、哦，即台湾军吼、哦，庄内田的军力大损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组织清满清越民三千人，竖起大清旗号，号称义民，主动向满清靠拢。这要注意哦，西归发大兵。啊，这就挖去啊！看你拍输哦，伊本来是徛中啊，哎、欸，啊你正在点拍输，较紧的，根本就跟你讲落去，哦，啊，就组织一挂人来，啊，啥路呢？哦，高给你去祭旗，表现靠拢满清的诚意，对庄大田的部队抬起，家己抬探北来。哦，啊！伫交战，啊！庄大田部队大败，因为那大败，前面有清军，后面有廖北亚军，当然不大败嘞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有大干的军队，满清义民军，所以退个下淡水，退个下淡水，因就讲安好，咱去后边的代志哦，先爱清理好势，清理好势。谋攻克击六庄基地，伊就讲，咱今晚卖甲满清战，先来抬了即个廖白啊，好啊，全都去抬廖白啊，啊，十个所以局势，啊，满清的移民，怎样讲？哇，伊的基地要受到攻击，主安要求满清政府来甲帮战咯，我甲你退去拍吼，啊，即摆人要来甲拍，你们就来甲帮忙，满清政府。无咧，家己知道，无咧，家己知道，哦，你知影你做了别啊，哦，啊，你想讲你立下汗马功劳，甲台湾献予中国，你立下汗马功劳，但是人无咧，家己知道啊，哦，无咧，家己知道，结果是安怎？因吼，因无愿意啦，无愿意支援啦，吼，所以。所以自力救济，自己回兵自救。但是满清义民一夜无名，一夜积堆，何人躲闪？饥寒交迫，无心恋战。哦，这是满清清满清越民之义军，十负其九，十个九个死。这廖白啊，全去予咱台湾的义民军抬死。哦，廖白啊军全死，这就是这一个例咧。你干那要挖人，人无一定要予你挖咧。啊，你讲挖人啊，人全后壁甲你斩落，你向抬唔知啊，抬无道理的。哦，啊，你家己的行为唔对，做廖白啊唔对，这是一个案例。这个案例，满清的越民爱恨交加，不知心恨谁，心内真气，唔知要气啥人。哦，李白有一首诗啦，吼、哦，哦，对东西的客气人士哦，不去将殖民统治者反抗，也不中立，反而向台湾本地人争取自主的人横加杀伐。伊个心境个形容，即李白做一首诗哦：“美人垂珠帘，美人哦，伫即珠帘个后壁，身坐蹙蛾眉，目睭头目眉夹夹，
但见泪痕湿，但是看到安尼流目屎，不知心恨谁，唔知影咧气啥人。安怎呢？了别啊！你要气啥人？你要气台湾人，还是要气文青，还是要气家己？不知心恨谁？这段李白写的，段形容在曾大典一个在发生在台湾的一个案例，哦，这廖伯爱下场。即马奈安尼，因为咱台湾人受到分化，所以有一挂有志之士都发明新客家人理论。客家人，你莫想讲你是客家人，你是想讲你就是台湾的主人。安怎对？哦，啊，这个台湾的主人，包括咱们台湾出生的中国人的第二代，嘛是讲我是台湾人，安怎对？哦，你袂使讲，我是山东人，啊，去到山东被人讲做台霸子，啊，伊讲认同台湾，洋气做客的心态，这是客家人的理论，哈。认同台湾卖做客的心态了，客家人的原乡在台湾，你的厝就是在台湾，不是在哪里，你第二代外省人，第二代第三代，你就是在台湾，你就是台湾人，安怎才对，这是新客家人理论。今晚国公电话接，这廖伯爱代志，狄志龙先生，狄成功的老伯，狄成功吼，的老伯吼，满清政府知影伊大伯，在福建大伯，都派人来讲，我克三姓中毒的因那要等你，三姓是做三姓，福建。更东更西，这三省哦，满清也未占着。我是克这三省的总督，因那里要等你，等你来做大官。嘿，阿公安尼哦，这狄志龙哦上当，专哦撤掉沿海放弃先下关，上重要的关卡放弃，退兵200里。200里拢无明朝的军队，以利千金的到来，啊、哦，爱要去投亲，啊，狄成功的迄个狄志龙的部队哦，都讲卖去啦，卖去啦，啊，狄成功嘛，改讲卖去，但是伊都要去，啊、哦，要去。要去炸500名的黑人的迄个卫士，嘿，我伫查那有迄个黑人，咁非洲的黑人走来个台湾，但是我想起来，即、這个黑人哦，应该是哦，你印尼的南部嘛是黑人，哦，印度的南部嘛是黑人，哦，迄巴卡欧的黑人，哦，马来西亚嘛是一挂黑人对无？较南部的都黑人。所以炸500名，伊只海参嘛吼，500名呀，黑人部队去，吼、哦，啊，去到福建，沿路卖官，沿路吼拄着，哎、欸，你要做官无？钱交来，要做官钱交来，我给你什么官做，什么官做？啊，沿路卖官，啊，到个福州，吼、哦，福州的时阵吼，见到伯乐。伯乐是满清的大官，哎，折剑为盟，还是饲唔着，再饲个走个下去。折剑为盟，哈、哦，即、這个塞北，哈、哦。伊敢若讲，咱人要救抓的时阵是自己压断吼，就啊，即叫做救抓啦吼。啊，痛饮三天，啊，第三天的时阵哦，人全该偷偷该运去北京，
和伊甲军队脱离关系，哦，啊脱离关系了后，煞落发生的代志就是，郑成功起兵抗清。郑成功老爸挖清朝，囝奈歪挖清朝，什么理由？这囝无听老爸的话，这有道理啦。我讲这道理给你听，这台湾历史无人在讲。满清的军队要入个安平城。每一个安平城的时阵吼，安平城的守军吼，一个十万名，箭杆一个六百台，那也要可以进去。啊，但是阮这军讲，恁老大在阮遐呢，我咱两是同胞啊，啊，你要听，啊，同胞就同胞阿在吼，啊，就给阮这个兵进来。这个了，到底一看你是同胞啊，敌胞？个二二八同款，一看你同胞啊，敌胞，绝对是敌胞啊！哈，翁氏辈主，翁氏下人，郑成功的老母叫做田川氏。迄年在田川为日本来台来泉州，啊来姓中国姓是叫做翁。然后满清的兵进来，但要走，啊，伊袂走，伊讲我那都走，所以去予满清的兵强奸，强奸了自杀，这日本查某自杀，自杀了后自缢，所以郑成功奈塞安尼转世事。就抓要抗清，老爸去挖满清，我干那要跟你抗清。啊，你这个解说，你听落去就去啦。哦，这不是无道理的。哦，这个道理就在这，就烧这个孔子的迄个儒服。哦，啊，出门的时阵，剩十八个人，伊也无迄阵二十三岁。哦，1646年，啊，但是。一真强，马上就得到一挂人吼，啊，就伫即个金门、厦门一带吼，就开始起兵。啊，起兵40年，甲满清伫奋战。啊，奋战的时阵吼，到尾就郑成功来个台湾死去。来到台湾死去，有一群人的原因，他得到马拉利亚，人叫他说，要往个西医，他只能得到病，还有政经乱伦，人衰，什么病菜粿，心腹还是菜粿，地经说生一个孙子这个伊来台湾一年外嘛吼，伊拍荷兰人都拍10个月嘛，啊，拢总一年外。哦，厦门报来喜讯，讲你做阿公啊，39岁做阿公，啊，真欢喜。但是啊，无外久，佫收到一张批，田径的大母的阿公，就是会用会做大官，会用写批，伊讲你是做老爸还是做阿公？这句话啥意思？原因是生这个囡仔的老母是甲郑成功是老师的查某，啊，你听有无？乱伦呐！这个囝去甲老爸睡一夜，啊，生一个，啊，郑成功气一个，命令。开始，结果，大家在安平城顶头看，看船有来啊无来，还佫一项代志，这廖伯啊，郑芝龙无效啊，
叫恁囝导航啊，无爱恁囝无会导航，所以有一天在一靠，做一天甲你太太死，这就是做了别啊，是下场啦。做了别啊，你若有路用，我们就甲你留掉。啊，你也无路用，做一靠，甲你做一棍，甲你太太死，在一靠，在一靠是算大波的啊。迄阵查某拢无算小，哦，啊，毋知查某太贵个，毋知啊。但是大波太是在一个，所以底线讲转安尼吼，吼转死。啊，即马嘛都爱国讲一点啊，红门天地会。咱知影天红门吼是，我细汉的时阵讲，哎、欸，这外省八卦，但是唔对，是底线讲的时阵，陈英华。哦，陈英华创设的一种红门天地会，红门就是红门就是这个明太祖朱元璋哦，就是洪宪元年哦，洪门哦，陈英华即摆咧故事主拢讲陈近南哦，陈近南，所以天地会设立天地会。啊，这个会跟别个会那有啥物无共款？这个会真正重要，吼、哦！伊要跟你见面，要跟你讲话，伊也未跟你讲话，跟你握手，你就知影我是红门的人。因为安怎呢？手吼、哦、伸出来吼、哦，这个凹一截，啊，跟你握手，别人看无，但是你家己知影。你这就是叫做三把半香，阿姐阿罗，你红门的，阿、啊、我红门的，两个姐阿罗知啊，啊无讲话就知啊，啊查证，去地点啊，去啉茶，去啉茶吼，我茶杯啊摆落去，干那看茶杯啊摆落，我就知影讲你要求什么。这第一布阵，地盘、地果，加一块杯啊，加一块杯啊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叫做牧羊阵，哈、哦。啊，你要破这阵哈，都爱把外口这块杯啊提一个来对，哈、哦。啊，嘴爱念，一碗水，一碗茶，把水倒去上，到装茶。伊讲泼了清水换红茶，伊讲哦，迄、那个清水就是温清哦，个清水个泼起上，啊，换红茶，到处大位是红家，到处大位是红家，即应该用葫芦话读得正确吼。知情另外来去啉，相逢不用说饮料，安尼有道理无？咱能够看卖者哈，这块杯啊是放清水，这块杯啊内底是放红茶，啊，甲迄个清水泼起上，啊来添红茶，所以咱大家拢是红门的人。哎、欸，这吼、哦，这无能播出来，你无想袂出来，吼、哦，这是这陈英华，这做真相的人哦。去想出来的方法，吼、哦！我讲咧，这当中有十几个，那我讲咧提两个在做例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吼、哦，双龙争玉阵，一个是茶，一个水，吼、哦，同款，你爱把这个水泼去上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嘛，这张图吼、哦，这个是一个比例，咱台湾人。伟大的台湾人有多伟大？吼、哦，这张图要甲你大家解说。台湾，中国东北，时间1895-1931，过35年了后，吼、哦，台湾当时人口300万，中国3800万，吼、哦，
土地36000平方公里，这是130万平方公里。哦，日本派兵76000名兵，日本派兵20000名兵去打中国东北，来打台湾，开6个月的时间才打到，把台湾拿到。哦，但是在中国3个月就把你砍掉去。是嘛？换一个话题。那阵啊，住诶，即个中国诶，东北诶，即个3800万诶人是台湾人诶时阵，请问日本兵也过20000人爱拍偌久？日本兵拢拍赢啦，安尼好无？爱拍216年啦。所以咱台湾人看是毋是较伟大？所以。伟大的台湾人就是这样，所以我写一本是日据时期伟大的台湾人。我们那时候德国到蔡都都跟他拼，北部甘台西，中部瓜地虎，南部林小鸟，一只西一只虎一只鸟，跟日本人鸟到皮皮爪。台湾打输了后，千国的军队来台湾，哦，把台湾的军队士兵掠去中国做炮灰，哦，不死不归啦，就是你不死不归，就是讲你包死袂带再回来了，哦。然后。派你去吼，这热带的兵派你去迄落东北吼，黑龙江以北吼，雅克萨战役，啊个厄鲁特战役，哦，去甲苏联军战，哦，这都是甲你做炮灰，甲你牺牲牺牲都好啊，哦，你注意知国盟主联，这个都是接着发生，哦，你莫想讲统一了后，台湾人都赢，满足啊，掠去用做兵，哦，可能掠去阿富汗去战，哦，这是中爱一个土地啦吼，这日本的北海道，这是库页岛，吼，哦，啊，黑龙江啊，对战争雅克萨，哦，啊，这消耗台湾的。幽狼水师，哦，啊，咱们台湾哦，彻底消灭丁氏王朝的遗迹，所以哦，清朝的时阵哦，台湾无迄落丁氏的庙，到个日本人来的时阵，才开始起正式的庙，但是迄个时阵哦，有这个叫做二王庙了哈。两个王的庙啦吼，啊都不讲什么王，原来就是郑成功加这郑经的无啦吼。啊，刷了吼，甲你改变你的风俗，甲你扣骨，讲安尼叫做有友好，你迄个祖先的骨头爱扣扣起来，啊个改葬，吼，啊改葬这吼，这是真不人道了。啊！都祖先都死喺土下，都好势好势啊！你搁个捡啊，拍破两三支骨头，后边呐，对不？即吼，即就是咱吼，即卖一个真侪人在讲哦，我捡骨，这是不良的习惯，哦。即吼，咱的时间吼真有限吼，我一个47条的迄个物件爱讲吼。贪官横行，53%的土地去予西龙哦，甲伊个将官安尼吼，跌落地啊，哦，这都是当时的情形了吼。好，咱即嘛，有一份这个诶。笔记，那个讲义哈，
伊是讲四十七种亡国的征兆，毋是讲你犯着其中的一条，你就一定啊必死无疑。无，你这个国，你这个单位会受到损害，吼、哦。这一，这是原文啊，这刷落去，这是我的解说，吼、哦。你咪使按照解说去解说无要紧。凡人主之国，国小家大，权轻而臣重，则可亡。伊讲国家弱小，臣子权重于君王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以灭亡。就是讲吼，你做一个州长，啊，州长内底秘书长。哦，徛在你的头壳顶头，你这个你这酒店要注意啊，不使安尼，哦，要注意，哦，臣子权重于君主，啊、哦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能灭亡，啊、哦，这第一，第二，减法，进而勿谋虑。荒风内而持交原则可亡也，不重视法规而只在意计谋，不理政事只找外援可能灭亡。他说、哦、你没注重法规，没注重法规，只注意计谋，我设计，我来设计，设计给他跳下去、哦、不理政事、啊、只要找外援可能灭亡，哦，这是第二点。有人安尼无？群臣为学，门子好辩，三古外机，小民幼藏者可亡也。群臣喜欢研究学术，贵族子弟好争论是非，商人家财货囤积于外国，哦，平民私斗严重，可能灭亡。咱这每一条吼、哦，你爱过去读一遍一遍读，吼、哦，这是两千多年前的人写的，吼、哦，两千多年前的人，伊都知影讲，即个你要处理国家，你要统治一个单位吼，爱、哦、安怎处理？好公事，台榭颇迟。是车服器完好，罢黜百姓，这可亡耶。君子爱好华丽生活，压榨百姓，浪费资源者，可能灭亡。这个看大家看较白了哈，怎样都安瑞灭亡。用时日是鬼神，信仆痴哈而好祭祀者，可亡耶。君主迷信可能灭亡，这现在台湾真不行的、哦、都要搬杯了、再 来北加将了、哦啊、跳来跳去、啊、不知道跳什么意思，但是这就是、啊、这个鼓励，这个很有问题，你人要跳北加将去跳，你不用给鼓励嘛、哦啊、就电视就给你搬了哦，啊咧，这个国家危险，哦，咱为安尼看，你就知讲啊，这危险啊，哦。听以爵不待三宴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。以爵位高低来决定谏言是否采用。人有人给你建议，你讲、哎、这是一品大员，而是二品大员建议的，啊，九品的啊，迄无效。不赛，而不考验是否属实。哦，这你这管理这国家、管理这单位都有危险。哦，官职可以重求，爵禄可以获得者可亡也。国内官位、爵禄都可以用利益来买，或用权势来换，可能灭亡。哦。三三二三，
对不？这都是，这就是要活生生的例子嘛。三三二三，今晚三三二三，过唔对，过爱过加一个二。哎，这就是往生啦，唔是讲伊犯了这条这个国家都一定亡去，但是这是一个征兆，你看会出来这个征兆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做一个人吼、哦。咱事前有洞悉能力，都事前我看会出来讲啊，这个完蛋了，哦，啊伊无管伊安怎白杀嘛无效，啊可能还佫有更加悬的人，嘛摕到钱，唔知啊，较起个看卖就知。怀无尘，柔如而寡断。好恶无节而无所立者可亡也。君主次数决断慢，而且都没完成，遇事软弱而不决断，好坏不会判断，拿不定主意者可能灭亡。拿不定主意，在下面讲起拿不定主意，在美国军售案。不会咱用去找到真侪有实例无？啊，想看卖，应该有啦。吸引而不周于法，好辩说而不求其用，滥于文利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。君子爱好女色而破坏法规。喜爱辩论却不求实际的结论，追求表面华丽而不顾实际功效，可能灭亡。君主好女色而破坏法规，浅薄而易见，陋室而无常，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愚者可亡也。君子思想单纯，藏不住秘密，而泄露群臣间的国家机密，可能灭亡。这个做王的吼、哦，巴肚内底物件吼，拢吐吐出来吼、哦，这嘛袂使。咱讲啊，假，但是也够真侪文47条。那是两千年前咱的这个人写的这个文章，让咱现在还要来继续来读，以后各位都做这个重要的单位主管，啊，你就知道说你要避免这些东西、哦、不要靠近女色。咱必须就说他钱跟女人无目，就是这样。你好，感谢各位，请起立。今日老卡食暗顿。